你干嘛？我没吃过鸭子。我也没有见过在羊腿上面撒酱油的。我们吃的是一个羊腿，你给人家吃点。我吃锅里吧，我。他说不行，我还吃锅里的。喂，不，这是我儿女的，还看看锅里。钱眼包，啊，钱眼包。我放在嘴里再炒几遍。哇、哦，脱骨了！你吃吃啊，你在这看啥呢？看东西啦，多吃一点啦。来自看我去世够，点头 yes， 摇头 no。这样我就不用打包了嘛。哎，你看看这底下还有多少？哥，打包吧，打包回去整点吧。哈喽哈喽哈哈喽。当我带南方朋友的朋友去吃东北早饭，一大早上叫我过来吃早饭干啥？你分他呀？你熬着熬着，我要睡，我现在就行行行你给我个窗户，一会儿睡一会儿睡。这么的，我来个豆腐脑，再来个油条，你看你来点啥？我也来个豆腐脑，再来一笼包子。多少？一笼包子啊？听我，来两三个就行。我来一笼包子有什么问题吗？你点了你吃不完怎么办？我吃完我把桌子吃了。你能吃？去，那必须得吃。Are you okay？那个大姨的虾米，大姨。好。哎，别霍霍阿姨了，阿姨就想来吃个饭。我就看你们很开心，就是三个小伙子，我说，哎呦，我一笼包子，那看着很羡慕你们。他们真搞我。瘦了，瘦了，没多大呀，这不就是小笼包吗？你吃吧。包子这么大，一个都不想吃了。你不说你吃不了，你吃多了吗？嗯，我没。啊，吃不了，我吃多的，那你吃吧。哎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？我咋是咸的呀？吃不了，哎，吃不吃过那甜不辣鸡有啥可吃的呀？你这咸的有什么好吃的呀？那我这里面最起码还有料啥？你那玩意就搁点白糖，一点滋味都没有。你得喝白糖的，你直接吃白糖得了呗。那不就伸手就来呀？春季里开花，十四五六，六月六。打包吧，打包吧，打包行。你先把桌子吃了，先把桌子吃了。带南方朋友的朋友去吃铁锅炖羊腿。我粉丝已经期待你回归好久了。粉丝对粉丝，这个点菜这个是怎么回事呀？我又不是第一天跟你们吃饭，我还能上你这个当？给他吧，让他咱今天就点一个菜行吗？看一下这锅多大，正常大小。那就来一个羊，羊腿什么？羊吗？羊腿。你吃过羊吗？羊腿那么大一个，你这个也没经典。你家都想吃就让他点得了，下单吧，下单吧。夸张，我说什么？那你有没有吃过羊腿？没有，是不是正常量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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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那几张图片下面写着一切的解释不一定你要吃，还真准备吃了，我都饿完了。哎呦妈耶，别上手。哎，就必须得这么吃才爽吗？快吃。不，羊腿给你，锅给我。不是你俩守了一个羊腿，我吃啥呀？吃吧。当南方朋友的朋友第一次吃鱼头泡饼，今天也随便点啊，敞开了吃，随便点啊，不上当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我这么老实这么憨厚的人啊，啊，随便点，要不然就鱼头泡饼吧。不是，你这等会儿的半份，半份，半份哪够吃啊？这种剁椒鱼头都是一整个的，你来要这半份鱼头，老板都不知道怎么弄。这是北方特色菜，我白劝你，就是因为是特色菜，你没吃过，我点一份啊，有道理啊。后面那个特色菜叫什么？锅包肉、酱酱菜、韭菜盒子。先吃完吧，哥。哎呦，这鱼头咋那么大嘛？别惊讶，还有饼。哎，这鱼头大吗？东北都算小的了。我靠，你自己看看这鱼啊，这么大，这大饼子，这都能让你当被盖啊！哎呦我的妈，这多丰盛，咱这辈子吃得上四个菜啊。嗯，跟果冻似的。我靠，嗯，
这跟早餐似的。啊，这是俺们郑州主食，就一日三餐都能吃，就不吃辣米饭也可以吃这个。实话实说，我是真不知道怎么吃。哎，就把饼跟这个汤汁泡一下。我买的鱼汤啊，那是给我香迷糊了。你干啥的？鱼头泡饼泡豆腐吗？哇，我炖的好入味。我给你选个，选个好吃的。你有猴子的呀？是。来吃一口。等会儿咱们交换，韭菜、锅包肉、茄子、粉条。哎呀，大口大口大口，吃饭我饿，饿我饿。那不就伸手就来呀、啊？春季里开花，十四五六。东北这分量我是真把握不住。看什么？当北方的我在南方买葱，我还吃啥呀？家里啥都没有了，大去菜市场买菜呗。哎呀，我不去，外面好冷啊！那个天，你赶紧的吧，快点。大白啊，你等会儿再买点葱，差不多了。葱，葱啊，好，那你等一下记得给我钱啊。记得啊，哎呦你妈！玲儿，来，这啥呀？这是啊？不是，你就拿着一根葱回来啊？那这怎么了？不是你拿着一根，你给我俩对付玩呢？那人家平时这一根就不吃。哎呦，得了，就长这出，行，我不用你了，我自己去。看来还得靠自个。老板，给我来点葱呗。不是，我要大葱。搞错了，再来。我炸！哎，我都说了，我们这里买葱都是一丢丢买的。算了，那啥，那个老板给我拿一大捆葱吧。你吃得完吗？给我来这么多。能，你给我来一大捆吧。你捆。帮我接一下，不行，太沉了，太沉了。春季里开花，十四五。当南方朋友去我北方朋友家喝酒，不听劝时，周围广东朋友你们可悠着点啊！俺别听他们胡说，我可能喝了啊！可拉倒吧，你别跟他们喝，你这体格喝到我拖不动你。你不知道什么叫南方的海王吗？他又觉得自己接冷气了，来看看我啊！哎妈！我铁子，咱俩去拿酒，你们先聊着吧。哎，好好，这个你可别跟他们喝了。哎呀，你不用担心，喝到他们是个谁了？这你听我的，说你别跟他们喝，你那量不行。哎呀，你就看着吧啊！我看啥？一会儿看他们给你喝坐我底下去啊！没有撤退可言。先拿这么些，应该够了吧？啊！够咋的多吗？不多。哎，这大体格的，而且我还用这小杯子，就应该像我这样。我操！我操！就看看南方海王的实力吧。哎，别哥。哎呀，让你听劝你不听劝，就四瓶就不行。哎呀，哎，别走啊！去等哪儿啊？回来继续喝来。哎呀妈，你这将近三百来斤我咋整回去啊？春季里开花，十四五六，六月六开花。当南方朋友带北方的我去买白菜时，老板帮我拿一个这个黄瓜，然后再拿一个甜椒。哎，刘，你去帮我拿个花菜，等一下炒腊肠。花菜？啥花菜啊？就是这么一拱，然后上面有白色啊、绿色啊那些。哎呀妈，那就菜花呗，瞅你二五八鸡的，花菜都不还什么乱糟的。跟你说，大白，嗯，来点地瓜呗，在欧洲喝。地瓜？什么地瓜？我天瓜，那叫番薯。哎，我说不动物植物，就吃的。动物植物啊，那就叫番薯。哎呀，好吧。老板，给我来一扇猪肉呗。哎呦我的妈！一扇。这年轻人，我操！是，等一下，老板，一扇。咋了？不，你疯了？一扇呐？多吗？那么大一扇，哪里吃得完？走。我炸！你干嘛？你买这么大一捆白菜，这多吗？这放冰箱沤烂了，那么多。我买白菜都这么买的啊？太酸了，我不吃了。你别走啊！你把我拎一下子，我老沉了。春季里开花，十四五六六
当北方的我第一次在南方买水果。来吧，展示。人参果，哎，你就买这么一点儿啊？那要不然呢？你又不吃？哎妈，那人老板能卖你吗？那怎么不肯卖啊？就这个吧，现在可以啊。你买了吗？买我结账了。好，来来，老板，帮我称一下，帮我切啊，然后再给我拿几个叉子。哎妈，你还有叉子呀？要不然呢？你也不怕人拿你？老板，那啥，你甭理他，我们直接带走，直接带走。帮我切，帮我切。我可不认识他啊！我靠，老板，你还真给他切了。哎，这里有甘蔗，那来一会儿呗。来，老板，这个给我来一会儿。我炸！哎，等一下，得气人心了，雷啊！你买一捆造房子啊？不买一捆买一根啊？人能乐意吗？老板，你给我来一根。好的吧？不是，你们南方人皮真好，货我早削你了。那要不然呢？你以为像你们那边不买十斤不给走啊？你买一个苹果都会给切的。买苹果，你让他给你切。反正我不去，我怕他打我。那我去了啊！我就不信邪了。好，我的天，不是，你就买一个苹果，人都给你切呀？怎么样，见过世面了吗？不就伸手就来呀、啊哦？春季里开花，十四五六，六月六。看这香蕉没？你就拿一根、哦，我就不信一根老板能卖你。好啊，给你拿，给你拿。啥？我的妈！不是天了。真卖你啊？那要不然呢？等一下让你看一下什么叫做世面啊！哎，这石榴不错啊！你挑石榴干啥？这玩意吃多麻烦呢！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来，老板，帮我称一下，帮我剥了啊！帮我剥了啊！不，你是真疯了？不是石榴剥了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？你这样被赶出去吧？哎呀，你才疯了！你别说话，让我自己买。来吧，展示。哎，大白，这桂圆不错，带回去点不？什么桂圆？这叫龙眼啊！龙眼不是什么龙眼，是西吧？哎，大白啊！我听王林旭说，南方甘蔗蟹一块一块的，我不信呢，能给我去弄来看看不？那个也没拉了，你看我跟老板说，老板，那帮我挑一个甘蔗，切小一点啊。好，我去，还真给你搞成这样了，不是我真长见识了。我还是不服，大白啊，大哥帮你干这么多，是不是很贵啊？是不是得给点服务费啥的呀？炸！哎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来，我给你看一下账单啊，看，这不一样了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哎妈，不是，你们老板这么好吗？这个俺们都被早轰出去了。这就是南方的服务，老板就差点给你喂嘴里了。春季里。啊，我天天刚洗，我咋没洗呀、啊？你这洗澡不得天天洗呀、啊？你这隔几天洗不太脏了吧？哎呀妈，你每天都洗一遍，你是多脏啊？再说了，小软件出去洗呀、啊，搁家洗也不算洗呀、啊。走啊，上车，干啥去？嗯，从这里去最近的浴室呢，30公里，要翻过那座山。我看的是几瓶子？好，我的妈，服了。你好好洗啊，跟你说。你家连个搓澡巾都没有吗？没有啊。不是，你洗澡不搓澡真埋汰啊，我的妈。洗澡还要用那个，多麻烦，你冲一下就行了。哎呦我的妈。我们洗澡就搓泥，你们洗澡就冲凉，别闹我洗不得劲儿。炸！哎呀，行，我去给你看一下有没有，等一下。喏、哎，你别走啊，你帮我搓背啊。啊，这不太好吧。你不帮我擦怎么洗干净，快点的。漫长的搓澡后，嗯，好香啊！阿肥多，你好似人哋咁香就好咯，你中意嘅我又唔好话唔见你咯。有有啊！夜凉渐冷，心似水。恐怕走了极空虚。当北方的我第一次吃广东早茶。这个叫龙碗，我知道。哎，长记性了啊！这还帮咱龙呢。嗯，我点了五个菜，今天管够啊。哎呀妈，你这就没必要了吧？有点多了。没事，今天我请客，放开吃。这啥呀？你还点小零嘴啊？这叫红肠，我们这的名菜。嗯，好吃。这个凤爪巨好吃，尝一下。小心烫啊！还不多啊。
你怎么这么能吃啊？你跟我俩在开玩笑呢，我还没怎么升官呢。哎呦我的妈！那好吧，那我再给你点个硬菜，烤鱼吃的。我就知道还有个硬菜，来尝一下。这啥呀？这是？哎呀妈！这啥呀？这就你说的一整只啊？对呀、啊，烤完穿的，这不是一整只吗？好、啊，算了，好，我请客。服务员，这个一模一样的，再来两桌。哎呀，你真好、哎！那不就伸手就来呀？啊！